起也是非常痛苦的啊。说着说着，嘿嘿嘿啥？真的，听我唱歌呢，听到最后大家也有睡着的感觉，是有时候需要刺激刺激一下，偶尔会讲讲笑话，但是呢，有时候看到台下一些长辈啊，他们的眼神啊，就有点不太好意思讲了。有些长辈会说，这年轻人唱歌就唱歌，讲这干什么呢？我觉得其实这个长辈们也是有一种轻松的心情，唱歌归唱歌嘛，这个人像一个老朋友一样，说说笑话大家也可以接受，但是要为您筛选啊，这叫老少咸宜，这就不太容易了。当然要给大家先 test 一下，看看大家有没有这幽默感，有的话我就多讲几个，万一不太灵光啊。那么先来个脑筋急转弯吧，这个你们知道吗？妖精和妖怪怎么分别有的人懂的不太懂啊，会有些长辈在这解释一下，妖精妖怪怎么分别法，这是因为呢看胸就知道啊，大惊小怪嘛。啊，宝宝，这是开胃菜，开胃菜啊！看来各位有什么笑声的回应了？大家都是幽默的是吧？这个有个家里啊，请了个小保姆，嗓门特别大。好，这主人就叮咛了，就说：“哎，我可以跟你讲了啊，今天晚上我来在家里吃饭，请来的客人都是有身份的啊，你这个务必讲话要小声一点，要有点气质啊。吃完饭的话，这个我们就来打打牌啊。那这个是你就这么准备了？是，主人，我今天一定小声一点啊。就客人真的来了，啊，吃了相当的。”丰富的一个晚餐招待以后，跟着他们讲，哎，兴致来了，客人家是主人跟客人摸摸打个麻将来个三圈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，就时间一看也不早了啊，这个主人也非常洁身自好啊，特别的这个在公司里形象都非常好，所以才又特别的吩咐小保姆要有气质，讲话不能这么嗓门那么大啊，一切尤其说主人家还是单身。就稀里哗啦打了麻将的时候，这个时间也晚了，小保姆跑过来了，走到这个主人家的耳朵旁边讲，看一看，那我先去睡了啊。你讲这是干什么的？我说什么？我做人都没有做的事，我先去睡了。千交代万交代还是露馅，好的，其实没露馅，来了个大误会啊！这个也是蛮好的，生活里有可能会碰到。你敢开吗？等一下我就来。啊、这个现在不是开放二胎了吗？对，在这个董事长啊，很高兴又生了一个小孩啊，这个非常的开心，家里喜气洋洋。这个董事长要去开会，爸爸。你要去哪里？哎呀，爸爸要开会，爸爸是董事长，不能不开会啊！我要跟你去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去。哎，可爱嘛，小孩子可爱，好好去。到了公司开会以后，说，我跟你讲，我进去开会了，小宝，你可不能乱跑啊！就坐着等爸爸，会开完了出来，哎呀，小孩不见了，他爸爸一直找，哎。是到哪去了？走来走去，哎，找了找了找了，哎，这个走道上，陈秘书走过来了。董事长说：“哎，陈秘书，啊，什么事？董事长，您看到我的老二了吗？”陈秘书说。陈秘书说：“
董事长，您从来就没给人家这个机会过。怎么个小孩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误会误会了。这个还三个还不够好像。好了，这就跟年轻人有关了。有一个男生啊，抱着他女朋友，抱着他女朋友，我们交往了三个月了，对不对？三个月了，你对我做了各种的考验嘛，我都通过了嘛，对不对？不知道说，今天呢，我们可不可以再更进一步啊？就是女的说啊，要更进一步啊，可以啊。这女的说，那请你把手放开，就要进一步是吧？好的，那先要通过这一关啊，哪一关？我一定会很完美的。你说，你说，不是。我先去卸个妆嘛。啊，原来妆前妆后大概相差很大，这个也是蛮大的笑话。好，太大的笑话。医学院啊，医学院，哎，进行解剖课和考试。考试题你就出来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请画出男性这个生殖器官的啊，这个图片来画出来，就自己来画出来。结果大家就说哦，就坐下来就开始做题目了。结果一个男生就旁边女同学看到了，女的同学就说报告老师，他犯规，他只是偷看标准答案。这个就有点颜色了。啊，稍微啊，好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这个我们都上学过嘛，一个位置坐两个人，哎，小明正好坐在小英旁边，两个人坐的好同学。这个小明很用心的读书，考试啊每次都很烂，奇怪。这个小明呢，有一天经过一个神奇的药房，哎，就走进去了，推开，老板，请问你有没有聪明丸？老板说，哎呦，有聪明丸，就。来，把这个吃下去，小弟弟就吃下去了。小明就是个聪明丸，第二天考试突飞猛进，名列前茅。哎呀，你怎么考那么好？旁边的小英就问他，小明就说：“我昨天啊，到一个神奇的药房买了聪明丸，今天我就融会贯通了。”这个个子非常矮小的小英说：“听到了就，就记得了。”他也照那个地方去找。找到了神奇药房，那个药房门推开一个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请问我要买长高丸？哦，有，就要吃了。糟了，第二天没有来上课。第三天，家长就带着小英到药房去了。老板，你卖的什么东西给他吃了？他不是要长高啊？不是，他现在两个腿中间长了两个小蛋蛋，他要长高啊。所以长高丸啊是这个意思。哇，啊，还再来一个。好，今天真的特别特殊吧。好的，多讲几个哈。好，今天就上了，这个就有一点点啊，味道重一点，请各位都包含了。这个有一个这个
食品加工的一个老板啊，啊，事业做得很大。这个看着看着他的小孩啊，这个儿子啊，哎，好像什么智慧不是很高，可是怎么办？这偌大的家业总是交给他，来跟爸爸去看看，看看爸爸这一生奋斗食品的自动生产线，来跟着我去多学学，将来这个都要交给你了。好，爸爸，我跟你去，就去了，就看，看着什么？看到没有？哎，到二楼去，这怎么看？哎呀，猪，看那个猪啊，从那边进来，看到没有？猪从这边赶进去，那边出来都是香肠。你看，这就是爸爸这个自动化生产的，对吧？你看懂看懂了没有？他小孩说：“爸爸，那有没有香肠放进去，猪生出来的？”让我想想看，有，你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爸爸就是香肠放进去，生下来是个猪来的。